在秋天说要分开，说好不为你忧伤，但心情怎会无恙？为何会是这样？在我心中深藏着你，想要问你想不想陪我到地老天荒。如果爱情这样忧伤，为何不让我分享？日夜都问，你也不回答，怎么你会变这样？甚至都没有跟我当面告别，只是发了一条短信说他走了，回国了，说跟我在一起的时光很美好。那你后来再找过他吗？有些东西是找不回来的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特别是感情。凌霄，其实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他的影子。当我知道你也是富家子弟，但却在自己打拼的时候，我就更喜欢你了。我很为你们这段感情惋惜，我也明白你对我的感情，但是我的心里只有微微一个人。凌霄，我真的好爱你。陈总，你喝多了吧？我没有喝多。如果现在不说，我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跟你说出来。陈总，你喝醉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起来，董事长早。哦，孟彤啊，明天的竞标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已经一切准备就绪，而且竞标委员会的反馈情况说我们很不错。嗯，明天的竞标会，我们熊大势在必得。啊，哎，坐。董事长。按照您的意思，我已经和高华集团的肖总全部都商量好了。
在竞标会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和熊大大打价格战，把价格压到最低，然后迫使熊大弃标。这样即使他们中标了也会主动放弃，然后咱们作为第二中标企业就会顺理成章的坐享其成。干得不错呀、啊、这些小企业，你说他们去招标会干什么呀？他们明明知道自己中不了标，无非就去图个热闹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中了标，他们赚了中间费，大家双赢，何乐而不为？对不对？是，走小子，打球去，打球去，走。我们想在车展开始前与贵公司搞一场真够厉害的，把他们说得一愣一愣的，真行。这次的会议非常成功，你呀、啊、功不可没。这样吧，中午咱们两个吃个大餐庆祝一下，你想吃什么呀？我今天早上才看到你昨晚发的那条朋友圈是什么意思，这不明摆着让人误会吗？我当时就随便发了一下，我也没想那么多。咱们那会儿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我现在请你立刻删掉，我不想让薇薇误会。如果我们两个是清白的，你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想法呢？而且如果我现在删掉的话，那别人更会以为我们两个有问题。我不管，我就要留着当纪念。随你吧。哎，林霄，你去哪儿？我走楼梯，你自己吃吧。林霄，林霄。电话正在通话中。林霄这次也太过分了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真是太让我伤心了。哎，你得了吧，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？你赶紧帮我想办法。我现在担心薇薇会不会做出什么傻事，我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，我快急死了。你问我怎么知道？我现在还缓不过来呢。喂。
起吧。啊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你有看到一个经常来买咖啡的女孩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我们这里每天都有这样的女孩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。就是上次你送公仔的那个。哦，好像有那么点印象。就他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但他今天好像没来过。确定吗？嗯，真的没见过他。哎，这儿也没有。你说他会去哪儿呢？你说魏薇，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呀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别担心。魏薇要是出了事儿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关我什么事啊？我也是受害者，好不好？你们都不关心一下我的内心感受，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和最好的哥们在一起，我得有多难过啊！哎，人家凌霄跟魏薇，那是真爱，你跟陈倩倩算什么？能比吗？等我找着凌霄，非打折他的腿。走啊！哎，你们干嘛去啊？哎，宁雪，看见薇薇了吗？薇薇？啊，没有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薇薇不见了，她手机也没拿，现在所有人都找不到她。啊？哎呀，别啊了，快找啊！你说这薇薇到底去哪儿了呀？对呀，咱们该找的地方都找了。她从来没有这样过。哎，你说她该不会因为那件事情想不开了吧？啊，凌霄这小子，等他回来，我非杀了他不可。哎，哎，我来看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怎么样？你终于回来了。薇薇找到了吗？凌霄，你跟陈倩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如果薇薇这次有三长两短的话，你……那天真的是误会，你们听我慢慢说行吗？慢慢说，还误会？上次是误会，这次还是误会。咱们让他把话先说完，行不行？啊！事实就是这样，我当时是不想伤害那个小女孩的心，所以就买花送给陈倩倩了。兄弟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样重色轻友的人。原来是这样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跟薇薇解释清楚呢？她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，我怎么解释啊？我要是你女朋友，我也不接电话。哎，俗话说，女人心海底针，男人话没句真。这男人的话呀，听得越多，也就伤得越深。宁雪，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我觉得凌霄没撒谎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找到薇薇。这样好了，你们在家等她，我出去再找找。哎。能找的地方我们全都找遍了，你上哪儿找他去啊？我只能去以前跟他约会的老地方看看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他。那我跟你一块去吧。你别去了，你先回家吧，然后明天帮我请个假。凌霄，实在找不到的话咱们就报警了。是心酸还是爱过的余温？
我说每天爱你是我的责任，其实我们都在自欺欺人。你明白，我明白，都明白，我们只是一对孤单的恋人。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你怎么进女厕所？这我还想问你，是心痛是嫉妒是残忍，快出去啊，或是彼此还有深爱的可能。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飘来荡去只是寻找自己的缘分。拥有时觉得平静无声，丢掉了却又觉得寂寞。以后咖啡低于60度，不要放到我面前。喂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哦，身边有人陪伴吗？不管怎样，来，在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请相信，有一个人一直在想你。好臭啊！赶紧买件新衣服，明天跟我参加酒会去。这视线从不曾离开你的世界。却不敢再靠近，害怕再伤心。哦，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？是心痛，是嫉妒，是残忍。衣服给我，或是彼此还有深爱的可能。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。飘来荡去只是寻找自己的缘分，拥有时觉得平静无声，丢掉了却又觉得寂寞撩人。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。姐，微微找着了吗？没有，昨天我给凌霄打电话，他也没什么消息。哎呀，你说他现在离家出走，我当时为了气爸妈，我总是离家出走，现在终于体会到让人担忧的滋味了。
我以后再也不离家出走了。嗯，但愿吧，我去上班了啊，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嗯，别忘了。知道了。喂，戴维，有微微的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好，那我先去趟福利院，晚上等我。好的。福利院，啊，我知道了。手机响。喂，宁雪。喂，林秀，我应该知道薇薇在哪儿了，她在福利院好像。福利院？嗯，我看她日程表上写着。行，我现在过去找她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薇薇在福利院，我去找她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换衣服啊。稍等。嗯。给我一下。我的。给我骑一会儿吧，我给你，小心点。来，我们来转圈吧。那天对不起啊，你不来上班。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昨晚在哪住的？凌霄，凌霄那个混蛋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你别伤害凌霄，是我给不了他要的爱情，是我自己太天真了，以为这段爱情可以永恒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不管怎样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手拿开！薇薇，听我解释。薇薇，你听我解释。你没看出来吗？他不想听你解释，而且他不是你女朋友了。赵振南，你给我让开，这不关你的事。该让开的人是你吧？你有什么资格来找他？再不走我就不客气了。赵振南，我不知道你刚才跟薇薇说了些什么，但你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之前，请你不要乱说话。真实情况就是你不够珍惜薇薇，而且你是一个朝三暮四的混蛋。滚蛋吧！还是混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够了！凌霄！哎，凌霄！
你们都不要争来争去了。这段事情，我谁也不想见。哎，哎，微微，别走啊！微微，哎，等等我，微微。凌霄，没事吧？哎呦！哈，我就说嘛，我到哪儿，我这妹夫一准跟到哪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能陪哥玩的，也就是你了。是啊，也就是我能陪哥哥玩玩，其他人谁还敢跟你玩啊？我要是你就不来了。最近熊大的质量门闹得沸沸扬扬，你得把屁股擦干净再出来啊。在这件事情的真相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你最好不要胡说八道。记住了，低于这个数字，咱们就弃权。明白了，董事长。我觉得除了咱们熊大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以这种价格达成中标。我们本次竞标会邀请的都是本行业具有相当实力的集团公司，此次竞标项目工程量大，质量要求高，组委会希望大家本着公平竞争、认真负责的态度参与竞标。组委会会选择报价最优的企业进行下一步磋商。好，现在我宣布竞标会现在开始，请大家出示报价。3.5亿。好，第一位出价3.5亿，还有更低的吗？3.3亿。3.3亿。3.1亿。3.1亿。3亿。别着急，等到了2.5亿，我们再出手。好的。2.9亿。2.9亿。2.6亿。2.6亿。2.5亿。好，有企业出价2.5亿，还有没有企业给予更优惠的价格？2.4。2.4亿。2.2。2.2亿。2.15亿。2.15亿。2亿。2亿。1.95。1.95亿。董事长，这次竞标对我们很重要，千万不能放弃。1.9亿。1.9亿。好，熊大报价1.9亿，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优惠的价格了。我代表组委会向您表示感谢。还有更低的吗？还有吗？好，1.9亿，一次。1.9亿，两次。1.9亿。1.85。好，熊大出现了竞争对手1.85亿，还有更低的吗？董事长，现在这个价格几乎赚不到什么钱了。咱们这回得把目光放远点儿，这次竞标只能作为一次战略投资。1.8，这是咱们最低的底线了。1.7。1.7亿。1.7亿。这个价格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，还有更低的价格吗？好，1.7亿，一次。1.7亿，两次。1.7亿，三次。好，成交。恭喜高华集团赢得本次竞标。
王彤，我们走。妹夫，想不到争来争去都是陪太子读书，没咱们什么事儿啊。是啊，这个我也没有想到，真可惜，这次不能好好玩了。不过机会有的是，来日方长。好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们赵氏集团是第二中标候选企业，如果高华集团弃标的话，我们就是中标者。所以世事难料。董事长，赵建国很明显是和别人串标，跟我们低价恶意竞争，我们应该采取措施，甚至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在上海沉浮了这么多年，我见的人多了，他们现在只是图一时之利，根本不懂什么叫长久之道。不道德乃至于触犯法律的事情，我们绝对不能染指，否则只会越陷越深。孟彤啊，你还年轻，年少轻狂也不意外。走吧，回公司再说吧。哎，老刘，你回来了啊！怎么样，吃饭了吗？啊，来来来，我不饿。啊，不饿呀？哎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不好？哦，公司这两天事多，有点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竞标失利了，就这事儿啊？哎呀，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，不就是竞标失利了吗？老凌，咱们这么多年，多少大风大浪都过来了，小的失利不算什么，你别这样啊。你不清楚啊，咱们熊大集团这三个月的业绩持续下滑，我本来是指着这个项目重整旗鼓。还叹气啊？让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我当年的老林去哪儿了？你说你年轻的时候雷厉风行的，我特别欣赏你。不叹气了啊。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我都和你在一起，永远支持你。梅花呀，
我真得谢谢你这么多年一直义无反顾地支持我，有你才是我最大的幸福。老林，有你也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干嘛呀你？哎呀，凌霄，凌霄，孩子怎么不理我们呀？肯定出事儿了，快去看看。儿子，你这一回来就喝酒，干嘛呢？这是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跟妈妈说说。你怎么了？是工作上面有什么不顺心吗？还是跟朋友发生矛盾了？还是跟女朋友吵架了？你跟妈说说呀。妈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别瞎猜了。妈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才担心你啊。凌霄，无论你在外面碰到什么样的事情，咱们这个家都是你永远的港湾，爸爸和妈妈都是你永远的依靠。儿子，你是觉得你现在长大了，不是小孩子了，可是你在爸爸妈妈的眼里，你永远是我们的孩子，你知道吗？无论你在外面碰到什么事情，哪怕你的手擦破一点皮，哪怕你在外面受了一丁点的委屈，爸爸和妈妈都是非常非常担心你的。凌霄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很多事情你愿意说也好，你不愿意说也好，只有爸爸和妈妈才会永远无条件地关心你，支持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是爱你的，知道吗，儿子？不哭啊，爸妈爱你，别哭。不哭啊，妈，我没事。妈妈抱抱，乖儿子，不哭啊，不哭了。沉吗？不沉，这点东西，这就你家？别离我这么近，离我远点。好。离你远点儿。这里挺好的。远点。哎。哎。嗯？就送到这儿吧。哎，那哪行啊？这么沉，我送你上去。不行，让宁雪看见了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就说我跟你偶遇的呗。那也不行。宁雪现在正巴不得碰见你呢。真的呀？哎，难得有人对我这么痴心呢。你说要是哪一天我这心意……行了，你要是真想的话，咱俩现在就分手。哎，别生气，我跟你开玩笑呢嘛。我心里不舒服，你说我们俩逛个街，碰到个熟人，还得躲个两米开外，这跟我们自己逛街有什么区别？我不想再这么逃避下去了。我看那些情侣在路上卿卿我我手拉手的，心里不是滋味。你以为我想这样啊？也不知道上辈子倒了什么霉，摊上了自己亲妹妹的前男友，整得跟拍电视剧似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妹妹其实没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要不这样，我跟你一起上去跟她说清楚，她会理解我们的。现在事情已经够多了，家里还有个薇薇等着拯救呢，过一段时间再说吧，好吗？我走了，打电话给我。好。
着腰啊，最近一直很痛。嗯，哎，那个，哎，姐回来了，累死我了，我帮你。哇塞，你怎么买这么多吃的呀？是啊，你们两个为爱折翼的天使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们单独在家？我是特意请了假，跑去买了菜，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。我觉得吧，食物呢，虽然不能治疗内心的伤痕，但是可以带来满足感。而且我觉得，好身体才是战胜失恋的本钱。嗯，我去做饭了啊。还是我姐姐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。哎，你去休息吧。嗯，我帮你吧。那我就坐着等了啊。好，很快就好。世界。